被我叫来了。嗨。我要做饭，我已经做完那个蛋了。然后我现在要做那个豆豉鲤鱼，你要吃吗？他们都已经吃完饭了，你想吃你就吃吧，我给你洗个筷子。你在直播啊？啊？今天到我直播，给你都不敢说，谢谢。你可以去吃。我不敢说，我昨天。你昨天咋了？我被说我说太多了。真的吗？我说太多了。我也大吐槽他们。我说今天龙哥他还有派还有狒狒都已经做完饭了，现在又让我做饭，都没人吃，很浪费。你没吃饭的对不对？我没有吃饭。太好了，你去吃吧，我们不要浪费食材。他们都做好了吗？他们做什么？不是说做什么面吗？那个。对啊。哎。我吃一口哦。你大吃特吃，因为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吃。好啊。我还做那个上次我做过那个豆豉鲮鱼油麦菜。嗯。嗯。你干嘛去了今天？我今天早上去冲浪。好玩吗？巨好玩，贼爽。嗨，让我们派派分享一下今天的冲浪心得。今天早上我们弟弟哥。这能说吗？可以吧。哇哇哇哇哇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别！这怎么这么崩？啊、这怎么这么崩啊？是那个水没弄干净吗？对对对，那个水太那个了。要不先把它拿出来呗？啊，这烫这没法，哎呀妈，没法拿出来了。拿这个拿出来，对，放在那边。不行，没法拿出来了，往里边塞炒炒吧，你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我来吧。还有吗？还有这个，啊、我用这个呗。不能拿出来拍拍。为什么？你要放在哪？因为就是要放在里面，让它就是变成那种，就是像那天炒的。小小的。对对，变成小小的。那你要不要先煎它呢？什么？煎。煎什么意思？用刀。啊，嗯，它自己会变小。我们刚才火开太大了。那我再开，然后我走。哎，没开啊。往那边开，来我开。你要往下摁才能开。哦 ，OK。这样就好。吓死我了。底下是我。快让我们拍分享一下今天的冲浪心得。今天早上再说一遍，今天早上呢，那个弟弟哥我小心，那个啊大靖哥野哥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海边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冲浪，很好玩，很爽，特别好玩。我们差不多两个小时冲浪，然后我们从差不多7点多就起床了。对，拍拍录这个节目觉得辛苦吗？辛苦吗？嗯，没有辛苦，很好玩。很好玩。对，还想再来录第三季。想。嗯，好。导演组，我们现在向导演组发出邀请。对，导演组是不是在看呢？对啊，导演组肯定在看，他肯定在看，他每天都要非常他非常的注意我们导演组们。对啊，那就是说。第三集，对，我们向池导和谢导发出邀请，派派先邀请。邀请怎么说？邀请就是说，你说啊，我想来录第三集，因为我太喜欢桃花坞了。我太喜欢桃花坞了，我们第三集见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马上做完这个，你就可以吃两个菜了。但是好像只有你没吃饭了。对。别人在干嘛呢？他们有的在午睡，然后有的在做那个咱们晚上的道具。你上次是说不太喜欢吃这个酱，是不是？是你说不太喜欢吃这个酱吗？还是弟弟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像是弟弟。谁啊？哎，谁啊？他在直播。妈。啊？哦，弟弟来了。哟。弟弟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我在直播。做啥呢？豆豉鲮鱼油麦菜。又做了一个豆豉鲮鱼啊！我这是第二次做，好吗？我还做了个鸡蛋呢，你要吃吗？还用做这个？要不要吃？我给你洗个筷子。你吃饭了吗？我吃过。给你。洗好了。
还有炒肉。今天该你做饭吗？不该你做饭。今天不该我做饭，但今天是我直播。龙哥和那个狒狒都已经做完饭了，其实。他们不是有什么面吗？对，他们做了面条。哦，是在那边吗？啊，懂。帮我拿个盘子呗，派派，在这底下。我觉得为了避免浪费，所以我只做了两个菜，然后我不做那个辣椒炒肉了。崩死我了都要。还有吗？你要不要吃？没事。拿个，派派在看弹幕，大家快刷，就是表扬他的话。他们说，你能看懂？他们说，你吃？什么意思？我吃过了呀。你不是没吃饭吗？吃了吗？我现在已经做好了，我现在就端上来。哎，你要不吃？姐，没事。好了，你把那个也拿过去吧。哪个？炒蛋。我们转移战地。好吧。我们走喽。啊，太好了，厨房那边太热了。这边。我们都坐在那边吧，方便。你们俩，哎，派派也没吃饭。吃一点点那个就好。你要吃面条吗？没有，我们俩吃吧。吃一丢丢吧。我哪个盘子？ 你要不要？我不要了，我吃饱了。啊，好。好了。哎呀，好吃吗？派派坐中间吧。派派坐中间。不用，是你直播。没事。我坐那边。你坐。中间空那么大，对，你坐，是你直播。直播你跟人说话。王和弟说几句话吧。我吃东西呢，无法营业。啊，你怎么对人这么不好啊？我们这可是我们桃花坞的直播哎。拜托，这是你的轮次好吗？你有轮次吗？播过了呀。你都播过了，你和谁播的？河南播。他播过了，那不看他了。我还以为你没播过呢。这个我要用哪一个？哥。哎。这个哎，随便。这个是鸡蛋酱，那个是肉酱。您看，但我两个都拌了，两个都拌好吃。Okay. 你可以多拌点。他们都干嘛去了？他们是谁？就是那些人，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任何人。他们都在准备吧，一半在睡觉呗。哎，拿个这个。这个吗？不喜欢。你可以吗？一盒面。帮我拿那个。什么那个瓜，那个什么绿色的，对，黄瓜，谢谢哥。呜耶，谢谢。知道为什么它明明是绿色的，为什么要叫黄瓜吗？我问了好几次，我都忘记了。是不是这个困惑 ？No， 我知道，因为它最开始是不是黄色？不是，因为它上面的黄瓜花是黄色的。哇，梦姐，哇。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看字。但你听啥？你这个解释很合理。你们两个就是。你吃个面，一口面一口蒜，老爽。他们今天都是那么吃的。天哪，我怎么这么驼背呀？我的妈呀！仪态太差劲。这是什么面、啊、就是那种过水面条。就是它这个餐是什么名字？
就是炸酱面，给大家看看炸酱面。这个是鸡蛋，这个是那个那个肉酱，然后面条已经没有了。好像不是这么拿着更好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日益渐热，我们现在真的每天都很热，而房间也很热，是不是拍拍？但你房间不热吧？晚上的时候不热，下午的时候巨热。我们也是，你的房间热吗？不热，非常凉快。白天也很凉快吗？凉快，就说明了挑房间的重。对，他那个房间很凉快，因为他们是那个大空调，我们都是小空调。我房间都有两个空调。一样的。不一样，你房间有两，那是后装的，但咱们都是台式的空调，你们的是那种就是立式的空调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也就那种，就那种空调啊。啊，你也是这种，他们有立式的，立式的空调就厉害一点。是因为你们那儿窗太多了，晒。对。因为我们那边那个太阳一直在。你把那个啥，把窗帘给拉上。我都拉上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那就是因为你们那边太晒了。龙龙在忙，龙龙在忙，所以龙龙叫不下来。他今天有工作，今天我们有非常重要的环节。拜了个拜。拜拜，你干嘛去？吃完了呀。哎，你们一会儿什么时候去菜地？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去。是吧？这么热。这个告诉你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每天得去菜地，然后我们要去菜地铺路，所以我一会儿得去菜地。你一会儿小心，你会被说。被说全部。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，啊，你大讲特讲，我大讲，这没什么可不能说的吧？我全部都说出来啊。哦，那你给他们讲那天你做饭的事了吗？哦，我做饭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是真的？我喜欢吃那个面条。拍拍那天给我们做了什么泰式的面，那个汤巨好喝，完全没有翻车。那是你第一次做吗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，那说明你有做饭的天赋。谢谢。真的好喝吗？真的很好吃。哎，弟弟，你那天也吃了派派做的饭是不是？你评价一下派派做的饭。好吃。有多好吃？真心说。特别好吃，每个人都特别。他完全不想参与直播。啊，你们都没有吃的菜。我吃了。你就吃了两口，好浪费。他们今天其实就不应该安排做菜，应该安排别的直播。我们一会儿再吃。那我自己吃，我去拿筷子。你大吃。哎，太太也没吃饭。吃一点点那个就好。哎呦天哪，好热。不可以说。晚上哪个活？不说。嗯，不是，你自己说呗。你看，这派派现在已经学聪明了，他都已经不给你们透露晚上。师傅。拜拜。拜。师傅。牧野哥。你叫什么？再见。再见。但。